50元便当吃到饱，一天卖800个，赚更多。满满一大盘料多实在的甜虾炒面，还有香喷喷的虾仁炒饭，让人看了口水直流，而且只要内用就让你免费吃到饱哦，实在太划算。有民众嘴里还在吃，就急忙盛下一碗饭。这家位在新北市板桥大仁街上的玉便当，丰富的菜色，一组菜搭配三样副菜，只要50元，再加上内用免费的炒饭炒面，生意好的不得了。会不会因为这家店有这种菜常来吃？有啊，每天都来，蛮料蛮实在的，料蛮实在的。他有没有吃到很饱？哎，不错，吃到饱。饭面免费吃到饱，有没有觉得很好？很好，很便宜。他菜色好不好？50元大手笔吃到饱，更在 PTT 上被网友广为流传。不管是便当啦，或是自助餐，各项餐饮大家在价钱上竞争的相当厉害。老板一开始压缩食材成本，反而造成客源流失。现在虽然增加食材成本，但业绩反而提升，一天可以卖出约800个便当。这一两个礼拜下来，在我们营业额的提升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帮助。大概差不多有30%。老板决定继续提供内用炒饭炒面，免费吃到饱。这就是我们的虾仁炒饭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吃。动新闻看了也想去吃报道。